因为陈大彦呢，现在被讲说是鸿门圣文山的大哥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位大哥呢，有多大哥？第一件事哦，他生日哦，跟谁过生日哦、嗯？一般生日能够请到谁？这堪赞嘛，对不对？我最高辈分请到上亿夫了啊！来，鸿门圣文山陈大彦大哥生日快乐！他跟谁一起办生日宴？竹联信堂开堂堂主邱文清番薯哥生日快乐！哦，那有厉害不？办生日宴跟竹联信堂开堂堂主开办生日宴在哪里办？一般钱柜 KTV 厉害点招待所，对不对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办。哦，那有厉害不？哦，猛，真的猛，大彦哥真的猛。